恭喜，非常兴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怎么样？怎么说？都有学弟进来了。哦，对，你之前都是最被，对，就被霸凌的，我是被霸凌那一个。OK， 那你应该不会霸凌我吧？哦，我绝对不会。哦，跪下。天子，跪下。不要。开玩笑的。好不好？今天来，你也算熟吧？这个来宾熟，你比较熟，嗯，因为你们之前有组团过，但现在可以马上说，我是不知道感情好不好啦。感情当然是一直不错，但是我马上可以说一下三个缺点。哦，请说。肮脏、垃圾、胸奶太大。垃圾的部分是哪？反正我跟阿伟是蛆跟大便，所以他的垃圾很好。你们这一团为什么口味都是一些比较？像我们这一团就是帅帅帅啊。啊，但解散啦、啊。还好，哎，你们还可以提这一团吗？你不觉得Andy哥会生气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吗？那你们最近有微信吗？没有。还要我们继续聊吗？我心里是就是还是很感谢曾经帮助我们，你们也是嘛，但是是你们先的。我们只是后面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。我跟他一直还不错啊，我们最近还有聊天啊，对啊。我建议我们不要再聊，我们赶快欢迎来宾好不好？好，让我们欢迎特别来宾杨琴玉、魏如云、明真，欢迎。恭喜发了新书。没错，这是我的新书《撕裂腹肌》。是写真集吗？还是工具书？是写真工具书。它里面有写真。然后也有教大家怎么去运动，对，哇塞，然后还有一些我从还没有运动的时候，然后到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过程，然后怎么瘦下来，然后变壮的。之前最胖的时候大概几公斤？大概70左右。70哦，70是我最大的时候。你现在几公斤？就是大概你现在这个。我比较高啊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大概是70公斤，那现在是68公斤。68公斤，说真的，我只减了2公斤，但是我的肌肉量，对，体型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。两位分别都有看过他的身材吗？明真在拍戏的时候还没有，他在片场的时候会不会故意？拍戏有摸过，有摸过，为什么要摸？对啊，就是那个抱抱的时候，对，感受怎么样？就很硬，很硬嘛。为什么要回家？没有没有。刚刚今天呢，因为我们录影是我们刚刚杀青一部戏，对，我要让你爱上我。每天都在哇，恭喜！然后我们刚刚是做一场戏，是我们两个接吻。哦，对，然后就是还有点唇蜜。嗯，那毛弟你蛮欣赏明真？不是，那没有，我会想要看一下唇蜜的感觉是什么？你想闻那味道是不是？好，明真。那这两位怎么相识？这一位，这一位，一位，两位怎么相识的？如云就是好朋友，对。我怎么差这么多？是啊，如云是我们上一部戏叫做《五宝宝在一起》，对，五宝宝，然后她是里面的女主角，然后那部戏我们拍了半年。7个月，对，七个月。他对你的身体应该非常的了解啊。我不知道。你知道他的身材吗？对啊，了解。在现场没有换衣服或者什么？有啊，换衣服啊，他都超级不 care， 他都直接换。因为我是讲求效率，还有一个就是炫耀的那个。那你在看到他的时候，你觉得肌肉线条哪一个部分是你最喜欢的？肌肉线条，我觉得他的腹肌练得很厉害。哦，对，然后我几乎每天都问他说，为什么你的衣服穿起来好紧？他的肌肉已经大到，大到他穿每一件衣服都很绷，很绷。对，现在是有一点，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练很大，就是感觉笨笨的？不是智商不是很高，讲话很多台词会 NG。我跟你讲，阿伟也是差不多这样的身材哦。我们那一团都笨笨，只有你是胖。所以你们谢谢你。你们平常私底下是真的会联络的吗？就私底下会啊会啊会啊因为我们有一个群组是所有剧组人员的群组，然后我们就在里面联销委。
真的假的？所以私底下是熟的。对，而且我跟如云大概两个人大概有去过三场演唱会。对，你他的你的也有去吗？对，我的，然后他的，然后我们偶尔还会唱歌。那明真，你们私底下有出去吃饭过或者什么约会过吗？就是一般朋友吧。一般大家一起啦，大家一起。OK， 你不是我们刚刚说一般朋友吗？你不是也在吗？你也在啊？哪时候？算了，不要讲去吧。你不都去淡水？我那我不在啊，我不在啊，我只有推荐而已。好，等一下要考验你们三位的默契度、完成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有一些指定的动作非常高难度，所以小心安全，好，不要去踢到对方，小心好不好？小心哦。Maggi 做会来瑜伽。Maggi 做会来瑜伽，相信你们一定有很大的这个默契度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现在挑战的是双人瑜伽，所以难关第一个，你选择一位，我选他们女主角。没有，选择一位，然后另外一位就要跟毛弟。我不能两个都选，不能。哎，这时候就是友情的考验，真的。你选了一个，另外一个，两个是不同的。好好选啊！对啊，好好选。我很难抉择。当然，而且他要选这个会有一点点想要选女朋友的感觉。是，有一些心理搞不好就已经植入了。植入。你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你们是不是来帮真友情？到底友情是很坚定还是只是一般般？真的。我觉得就是电灯泡啊，没有那么夸张。而且在你选的同时，我跟你讲完一下这个规则。好啊，我们规则今天好不好？有三位国际级的评审，哎呀，让我们欢迎第一位武大巨星成龙。我是 Jackie。OK OK， 欢迎第二位奥巴马。Hi， my name is Obama。OK， 欢迎第三位国际大导台湾之光。立安大导演，大家好。好，威廉，打岔一下，你节目现在变这样了？对，没有，我很久没看你节目，怎么变这样？我们常常要就是要走一些国际化 ，international， 而且三位分别都是凭唯美度，还有你的知识流畅度，还有知识难度来给分。好，而且我们今天游戏呢有惩罚的，我们惩罚是要按电笔。Oh my god！ 对，如果我这段赢了，我就要大声说出拉力帕 F 跳得比 JPN 厉害。这是事实。如果你赢了，你就要大声说 JPN 唱的比拉力帕 F 好，也 OK。对我来讲没差，反正 JPN 解散啥。对，你们才貌合神离耶，我们只是死撑，还在撑，还没好。好，请选择你的女伴是哪一位？哇，这个好难选哦。哇，这个，你挑剩的我就直接带走了。带走去换衣服，让我感应一下。不要那么中意。请选择，明真还是如云？哦，为什么？那我要玩，我要玩这一道，玩这一道。你们两个很夸张哎！我是另外一个感觉。那我选明真。OK， 好。我们差太多了，为什么选如云？因为我觉得很久没见到他了，然后有时候我们在见面的时候，几乎都是在他的演唱会或是我的演唱会。对啊，我们每天都在见面，每天见面，因为拍戏嘛。哎，小玉，见你了，谢谢。啊？怎么了？谢谢。简单，谢谢你早说嘛。哎，为什么你不选明真？因为明真都换了运动服，真的，只是配了一个靴子，蛮特别的。因为他感觉好像筋比较嫩 Q， 不会，很硬。好，因为如果你有在做瑜伽吗？我之前有做空中瑜伽。空中瑜伽，对，空中瑜伽，我选对了。好的。我们请两队先就定位置 ，OK， 一起做，对，一分钟之内看谁的动作完成度最高。救命啊！我好不好？这个杨哥，加油！然后我们后面就会那个哦，秀出好那个指定动作。好 ，OK， 好的，看看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简单吧？好，难度就一颗星。好，来，请坐，两队一起。好，来咯，要支持一下哦。好 ，Go！ 好了，撑住，对，空手撑住 ，OK。在这个关卡，请哪一队比较好？请给分。这样。Yeah！ 好，完成度最高是苗栗队获胜。下一个动作，请。
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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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怎样？可以，你对对，可是要反手，要反手，反手反手，可以吗？一定要撑起来一点，反手吗？撑起来，来，怎么撑？有撑到吗？有撑到地上吗？我的手要往下。有啊，好了好了，要脚脚抬起来，脚抬起来，可以吗？脚抬起来，脚抬起来，脚抬起来，可以可以可以 ，OK， 撑住，好，快完成了，小心小心小心 ，OK。好，再一个问答，谁完成度比较高呢？请给分。好，一面倒，不错不错。OK， 老师小鱼获胜。下一个，哇塞哇！哦，这个很难哦。我总觉得如果今天服装穿的不是，对啊。好，下请坐。怎么样？哦，有吗？有，有吧？好，这关卡谁获胜？一二三。OK， 获胜是小玉。屁啊，你又我们。毛毛弟啊，毛弟啊。没有戴，没有戴眼镜。毛弟，毛弟。下一题。哇塞，这什么动作？我在前面，我在前面。这个是前后。我觉得我靠，动作完成，好，我脱鞋，我脱鞋。这全裸哎，豁出去了，豁出去了，脱鞋。好，我们转正面好了。转正面吗？正面。好难哦。对对对，这样子，一只脚勾起来，一只脚在踢。好，来，不要踢到人家。没有没事，小心啊！你们先坐好了，先坐好了，先坐好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老弟踹到我头。这有人工呼吸吗？不要不要，你这人工呼吸，他最想要人工呼吸了。可以可以，好，我来好了。不要不要不要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先，他们坐好，不然你会踢倒对方，会不会？对，你先坐，坐完我坐。可是我要有人撑啊！我真的一台下，我踩踩在，他踩在背上好了。对，哇塞，好，那你来吧，你踩吧。没有，不然我帮你们好了啦，我帮你们。你们是不同队的。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好，你们要不要认输？我们输了，对不起。OK， 可以吗 ？OK， 下来了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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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好强哦！耶，明真好棒哦！不会，对，哎，这太难了，你要不要坐坐看？我跟你好了，好，来。我要脱鞋。我你坐在前面。你脱鞋，你坐女生吗？你是女生。我是男生。你先趴好，趴下去。我要左脚还是右脚？左脚对。我这样子啊，然后你对，你右脚要踩他的背，我右脚踩他背吗？对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你中啊，你中，好脆抽筋哎，抽筋，好，目前是1-3，你们输定了，好，这什么？这个我没办法，这你画的吧？这没办法，这你也没办法做，你会曝光，明真做，对。我这个没办法嘞。对啊，我真的啊，对啊，等一下，来，什么意思？你先抱着他，你先抱着他，然后这样转过来，然后再背面就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对，请。是怎么样翻转？对对对，我要这样子，这样。你要不要面对面吧？对不起啊，我要转这面。我要怎么抱会比较好？发型有没有这种尝试过？天哪，好害羞的动作。我就直接。这样子好啊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好啊！我觉得他怎么那么爽？我觉得他在装，他在装。哎，我真的，我谁会这样保护女生啊 ？OK， 啊，可是好，没关系，我在旁边保护你。好啊，1、2、3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转手，转手，帅哥，这样子才不好看。帅哥，这样子好看，这样子让毛弟这么开心干什么？为什么？谢谢，我这边3年多的时间了，没有这种福利。
哎，好钻石大概就这样子，已经任务已定了。卢云也想要这样子，卢云想要，但我想跟你一起尝试。你要抱我是不是？我直接，这真的有点难，这太难。你把我们一样的，对啊，打开，好，坐好。你受伤了啦！我是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？好，这关放弃。好，我们赢了，毛弟获胜。耶！进场吧。好了，小玉输了，所以安排哦。进行惩罚。JPN 唱的比拉力帕 F 好，还好，真的还好，真的。看看你就输。啊、我觉得啊，我虽然我真的很不想讲这种话，但是我对于已逝的团体要有一定的尊重。已逝的团体哦，什么叫已逝？一定的尊重。林北还卡在遐。已逝去。但你今天 lonely 就一个人，他们两个人。对啊。哇。而且他本来就是我们组一团。没有。好不好？那可以不要他吗？现在工作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我都知道你以前的辛苦，哇，唱得太辛苦。来，再跟你们合唱，来，快点按嘛。好了，赶时间。来，哎，要记得讲哦。JPN 唱的比 Lollipop 好。Yeah！这变假，真的吗？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假？没有，是真的。真的吗？这按一下去就有感觉。你真的试试看。不要。对 ，OK。这真的不是我新来的，今天第一次进棚的，对，新来的要试一点点。你按下去一点点就有了。我怎么突然好紧张？不会，没事。这个。不然你帮如云惩罚好不好？对啊，你要惩罚吗？哎，我让你刚刚有这样的福利，你应该帮他惩罚。好。对啊，是不是？英雄救。噔噔噔噔噔，只能要远一点，要远。咦？好脏话！那个脏话，你新来的干嘛脏话啊？我好紧张啊！紧张什么？这个这关好难哦。啊，这样子好了。我根本就录外景就好了。我觉得给你一个，不是，给你一个胆量。我可以直接笑脸就好了。你不要抓着王子比我帅，就按下去，你这个动力就很强。你是对吗？来，你按，我常按，我那效果。好，来，不开玩笑，不开玩笑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叉。不夸，真的不夸，这支笔真的，你按下去一点点。我来，你来，不夸，按了0.1公分就有点。没有，来，你马上进阶 ，Machi 爆很大。好的。爆很大，现在就是要考位三叶，我说三叶，三叶草，三位的友情到底坚不坚定？我们会问问题，如果粉丝回答不满意的话，我们会随即把气球整个弄破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中途爆的话，我们要继续作答哦，就是只要你的答案陪审团不满意，我就会刺破它。对，如果回答太慢，它就是会冲就会爆炸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我就要回答，反正它一定会爆就对了，不一定不一定。那如果满意的话，就相安无事。那你们随时处在一个很惊恐的状态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了哈，可以。好，来，请问，来，周承恩、黄河、杨奇煜、唐振刚，如果一起在拍新戏，最不想跟谁拍？哦，我就跟你要下一个要合作的对象。最不想跟谁拍？而且会有吻戏哦。会有吻戏，就是我是女主角，然后他是男主角的意思哦。就遇到谁，你会跟公司说我不要跟他拍？遇到杨奇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遇到杨奇煜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就是想说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。那如果就是因为就是有感情戏的话，对，我会觉得应该会一直牙齿一直应该会一直笑着。太熟，满意，可以，这可以 ，OK 吗？会眼睛里没有爱。陪审团满不满意？满意。OK。好小声哦。
好，下一题。假设正在拍告白的戏，威廉、杨奇煜跟我邱意晨，请选择一位现场告白。哦，什么？我要跟你们三个人其中一位现场告白。哦，好难。就是这三个类型的，对，好不好？阳光、帅、幽默加阳都是我。变态，变态，然后屎、垃圾、蛆。请回答。哦，好难，很难呢。将军，你讲讲你自己，讲我的优点是什么？我的优点就是大方啊，大方。好，这样一个而已。你有答对的，他就是大方啊，大奶啊，专情啊。你的优点是什么？奶太大。我会做菜，做你会做菜啊？真的假的？哪一种？我会炒饭，你会吃饭。来，三个，就是你评，就让你选。好难哦，我的天啊！三个，给我一个名字，答案是。威廉好了，因为呢，我记得我忽然想到，我好像多年前去上那个棒棒糖的时候，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说威廉很帅，满意，我觉得多年前的眼光是有点问题，请问这个答案满不满意？不满意，为什么？我保护你。哇，你把他吓哭了。他哭了。威廉吗？对啊。没有。哭吗？拱手交换。拱手交换。好的，现在换到我们的名侦啦。名侦。现在，如果我跟毛弟同时约你出去玩，我没有这一题吧？新家的。新家的。我们先等一下。怎么这么自私？干什么？选什么？如果我们两个同时跟你告白的话，你会选择谁？对啊，你们要先告白啊。你搭讪他，你搭讪他。名侦，我觉得搭讪已经是一个很小朋友的玩意了。我现在找寻的就是未来一辈子的对象。我有车，有房子，有狗孩子，希望有孩子了。有狗孩子啊，这是好男人。对，我成为一个2016暖男代表。你要谁说的？到底是哪一个评比？我已经是你说完了吗？我说完了，换你。好肉肉疼，来。挂稿来，明真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跟你拍个照吗？好啊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是这样，因为我想要跟我朋友炫耀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使存在。哦，这就是屁孩，就是屁孩。来，亲。有屌。好，请选择。什么？我吗？他选我，他选你。他刚说选王子啊，威廉王子就是我，谢谢。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邱胜翊啊，邱胜翊，我吗？是不是？是我，他刚没有说。为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听到，我没有听到。他把他误认为王子啊。对，他以为他是王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选他？因为你有喜欢的人啊。我没有。他喜欢谁？我没有。他喜欢谁？你怎么会知道他有喜欢的人？感觉到。我知道，问我就好了。他喜欢谁？你讲。我喜欢谁？讲出来。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站这里，你站这里。认真，其实那都是一些风趣花学位的事情。哦，真的。我已经开始回归向上。真的。是。这样可以愿意跟我出去吗？好啦，好，回来赶快问啦。谢谢明真啊。明真，请说出最受不了演艺圈的一件事情。哇，这很，演艺圈最受不了。不用，实际上是什么事可以大概形容？对，大概也可以。比如说遇到什么事情，你整天心情很差。比如说唱歌耳麦没声音啊，或者是说被主持人骚扰啊。对，或者是有人一直跟你私底下要微信，对啊之类的，就比如说胸部太大的那个人会约你出去啊，或者拍戏，如果太久没有放饭啊，对，像我还蛮在乎。我会比较那个怕饿，怕饿，一碗放那个饭，我就会那个拍不下去，就会一直忘吃。哦，是很会有这个状况。对，他其实蛮会吃的，因为只要他看起来很瘦，然后。只要在拍戏的期间，你拿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喂给他，他都会吃，几乎都会吃。对，而且他自己会准备非常多零食。哦，所以肚子饿的时候脾气会不好。这个答案满不满意？满意。
哦，满意哦，好，有下一题。下一题，杨奇煜、威廉，我，请排出男朋友、老公跟同床共枕的对象。请，而且要讲为什么同床共枕，就是会就是可以喜欢跟他，就是有一些健康的运动，对啊。哦，因为我比较不懂，不懂。OK。来，说为什么？好，好，先从那个同床的那个，同床最后。哦哦，好，男朋友，你会想要选谁？男朋友，我选我们三个，小煜哥。小煜哥，小煜哥只够格当男朋友。男朋友 ，OK OK， 好，为什么是选男朋友？因为小煜哥他有很多女朋友。哦。他懂。哎，他女朋友是我们排里面最多的。不好意思，这集可不可以先换一下？换人，对不对？换什么？我有点不太舒服。不会啊，男朋友很好啊，可以跟您当男朋友。好好好，那个老公呢？老公，威廉。为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就觉得威廉哥是很稳定的。他很穷哎。比较。他很穷哦。他没有办法养你，我可以为了他养你，要不要继续努力跟奋斗？很好，少啰嗦。他每个月现在他账单都缴不出来了，账单缴不出来，人家欠公司钱。好，毛弟，你只是一天，没有事 ，everywhere。Forever， 不好意思，我头发有点很乱。OK， 好，基于同床共枕，我们不用再说出来啦，就是你。是我吗？好，这个答案。哎，毛弟，我好像很热。说不定也不是你啊，说不定也还是我。为什么？哎，他刚刚就说是我。可以复选。好，那就请他讲出来。是，对，同床共枕对象是。同床共枕的对象是毛弟王子。毛弟，讲一个。毛弟讲的。我是毛弟，我不是王子啊！一起加呀！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不是，我以为他的名字。没有，你对了，因为他是日本人，我只觉得名字口味很大，毛弟跟王子同时都要。我讲，不是，哎，三人行，毛弟是我，王子是另外一个人 ，OK， 他们不是同一个人。对不起。我以为你的名字是毛弟。这答案满不满意？不满意。你也不满意，很好，满不满意？满意啊，满意。好 ，OK， 好，攻守交换。OK， 小玉、杨奇煜，你有心情不是很好？听本本的呀，快问一问啊！来，毛弟王子加油哦！啊，请问威廉、邱一成王子、毛弟在演艺圈谁最不红啦？我觉得这还需要问吗？刚刚连名字都被讲错了。没有辨识度，一天到晚跟哥哥连在一起。好，所以这个答案邱奕辰最不好。好啦，满不满意啦？满意，还满意？我把冷忘了。别唱，走了。老弟，算了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算了啦，好不好？开始今天不要再跟哥哥住在一起了，搬出来，搬家，学习的独立。你家刚才欠我住一下，我家忘记。所以你刚好，哎，不行啊，威廉还欠债，那个房子还不是他的。他有房贷不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你就回去跟你爸妈说，户口名簿改掉，你这样掉就不会没有人牵连了，好不好？给我一杯水好不好？好，下一题，林明真、张景兰、魏如云，同时约你去淡水，你会选谁？这题问的好，真的好，有江泽一直对，来题，我会带林明真去，为什么？什么？因为他没去过。哦，所以是带其他人有去过吗？那个他。
大家有没有？台北人一定都去过啊。鲈鱼你有去过淡水吗？怎么可能没去过淡水？在哪里？对啊，哎，淡水，哎哎，哪里？豪宅哦，哇，豪宅，豪宅。杨奇，我们只是豪宅，我只是想去老街吃个阿给而已。对，是啊，你想？我就带明真去啊，因为明真可能没有去那边玩过啊。对，我就张小姐呢？谁？张景南小姐呢？我啊，我们已经去，那你去过是不是？去没有没有，就是我们就是朋友，要大家一起去。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分析一下，比如说你们去淡水的行程啊，就你跟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经过，就谁约谁或怎么样走哪一个行程？对，怎么讲？我不想出书。没有，是真的好朋友啦，是好朋友出去玩的啊。对 ，OK， 这个答案满不满意？满意。啊！接下来你们这样心情有够放松吗？我不放松。你不放松？关小时没有人 care 你，我相信。等一下要唱歌了，小玉你要跟谁唱歌？我先跟明真唱歌。好，要再来带来哪一首歌呢？猫子毛小酒窝。你们这首歌，这首歌讲出的是一个兄弟情的概念。猫子毛弟 ，tonight tonight tonight。好了好了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我会不会有点疯？要有自己的代表作。线已经忘断掉是不是？带来哪一首歌？小酒窝。OK， 欢迎明真跟小玉。这首歌其实对有蛮深的意义的，就是这首歌好听哦，好听，没有了吗？没了，对，很深的意义。那你有没有就是觉得它哪个地方很不错的？他都很不错啊，他是真的都很不错，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而且很敬业的一个演员。真的吗？你上次跟我讲怎么不是这样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因为他，你现在是找，你现在是找坑人家，人家女生嘛，开玩笑。小玉吓到，怎么可能？吓我一跳，我想说你怎么讲出来的？好了，他是一个非常敬业，因为我们这次拍戏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，那他每天几乎都是3个小时的睡眠而已。哇，他没有。他没有其他休息时间，他没有休息很多，对，没有休闲时间，没有休息时间，连跟他聊天的时间都很少，因为他只要一在梳妆台上面。你为什么会想要跟他人家聊天呢？啊，没有，因为要拉近距离，我们里面有很多。你已经有了好朋友了，为什么还要？你说如云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对。如云他也是在忙自己的事情啊，他其实是真一个很可爱，然后又是很平易近人一个女生，所以是真的很容易喜欢上她。OK， 单身吗？单身吗？啊，单身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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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，OK， 我懂，交给你了啊，王子王弟加油。
八大优质节目健康 Number One， 今日秘密 T 主持人潘怀宗才艺凡庆生，没想到制作单位送上的生日礼物让潘教授当场哀嚎，抽筋了。吸一口气之后，慢慢的把你的右手往后去抓住你的脚，哎呀，没有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关脚要关上，关脚要关，懂了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训练的摸不到啊，摸不到，可以的。其实刚刚因为做的那个姿势呢，这个脚也被拉扯，头也被拉扯，我那个眼睛根本没在看东西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老师的眯眯眼就是他最好的保护罩，最高境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没有像飞哥，他看美女都会戴那个墨镜，对不对？老师最多不用，对他的防护罩就是眯眯的。潘教授获得如此大礼，当然也不会少了蔡一凡。制作单位特别派出脚底按摩师傅，让甜美的蔡一凡也受不了啦。力道就像是这样，这样很舒服，这样是刚好。虽然身体很好啊，完全没问题吗？还没按穴道啊，有调养，有调养。哦，听说按这边的，这边是肾。你不要在那边啊！关你什么事啊？肾这地方听说这两边压下去的话会肾不好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有痛。按下去会很舒服啊。肾是男生的。还是用这个按？没有，我睡不好。我有可能就会受伤。你都还没有？这是什么？我觉得这根本是惩罚，不是礼物啊！因为他们就是其实那个制作单位知道我身体是贵州还寥寥，所以我才会来主持健康 Number One， 又要来学习一些怎么样让自己还有家人身体变健康，就没有想到还让我脚底按摩，这根本就在荼毒我啊！因为他按哪里我都觉得痛，但是因为我是传统妇女嘛，我很会忍痛嘛。深受大家喜爱的健康 Number One 即将在7月4日开始调整至晚间10点播出，喜欢的粉丝不要错过喽！7月4号开始，每天晚上10点准时收看八大第一台27台健康 Number One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气不好，唱歌。你们两个要接下来带来怎么样的歌曲？我们要带来一首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一个乐团，叫做 Oasis， 就是绿洲合唱团。OK， Wonderwall， 欢迎。You gotta be the one that saves me.
哦。你很我因为我没有看很少男女生帮男生伴奏，嗯，对，然后就是真的很摇滚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弹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是去看他演唱会，我有看到他有一段就是很有魅力，就是音摇的一个音摇 part。那我看到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哎，怎么没有找我去唱这样子？因为你从以前到现在你就喜欢这种风格，他就说他是摇滚乐，他每次拍照这样，也没有夸张，好不好？你觉得他够格可以称为一个 rocker 吗？他那时候就是跟我看完演唱会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你每一首就是音摇 part， 每一首他都跟着唱，在台下唱超大声，所以他就说下次一定要找他一起唱。感觉他很开心，因为他在青春团体待太久，他压抑太久。你有青春，你也是啊，他的你也是啊，因为我还青春啊。你在一个青春团体，然后还被那个名字被人家搞混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留在体上精神，我要拿这个小白球丢你。又是鬼，所以他是真的，他那时候在台上弹吉他，我觉得他真的超帅的，真的很帅，是超正，超正。那你会想要帮他写歌吗？帮小玉写歌，或者有一些合作的方式？好像之前有讨论过拍戏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还问他说你喜欢唱哪一种歌？对，那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歌路是有点不太一样，歌路不一样的，没有办法合作。他是你可以啊，也是可以啊，就是看有没有谁的歌可以一起 cover 这样。OK， 那你跟人家合作，你会看一个人的气息吗？因为听说你可以感受到他这个人的那个气质、气息怎么？气质就是是不是会感受到灵异？你从小是不是有一些灵异体质？对，是不是从小就觉得有一个小朋友一直待在你旁边，对不对？小时候有灵异体质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你看我多了解他，常常会看到一些，觉得这个空间。他看你旁边有啊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为什么了解他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明真都不了解我。你好烦哦。你会感受得到他的那种吗？气。我小时候是就是看得到，嗯，对，嗯哼，小时候是看得到，然后觉得家里真的好像蛮多人。真的？说。那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画面？对啊，长什么样子？浮在空中啊。真的假的？然后他就不太干嘛，就这样。那你会害怕吗？小时候是不会害怕，因为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。嗯哼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。现在看不到了，现在看不到了。很好，对，我知道很好，这默契搭配的不错。对，嘎姐。好的，报仇了，走了吗？走了，可以，走了。来，好，再宣传一下这一次来的重点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曲。那个我的新书《撕裂腹肌》在6月24号开始预购，7月7号正式上市。那希望说大家可以好好支持我这本书。我是希望大家是可以健康运动，然后把自己的肌肉练出来，然后让自己变瘦。是。明真今天来有没有最近有什么活动吗？最近哦，或是新的作品。被吓一个机子，喂，他五分不见了，他5秒不见了，来，回来，带你去收金，回来。就我要爱，我要让你爱上我这一部剧，就是预计会在6月尾到7月初上，对 ，OK， 再播吧。好的，那演唱会。对，7月2号演唱会在台中的 Legacy， 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 Party。OK， 谢谢明真，谢谢魏如云，谢谢小玉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一个人要去哪里呢？把爱的思念厚厚沉淀，心里盘旋着我想要的自由。舍不得，我也要勇敢。